谢谢。20万赞了，是不是？我们小赞冲到50万，好不好？谢谢。想要声音大一点，想不想要？想要是不是 ？OK， 高顺梅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签名照，来在场的各位都可以进我们高顺梅老师的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哇塞，高顺梅老师，咱们的赞已经27万了，我们把赞冲到50万，好不好？30万了，谢谢大家。高胜美老师美不美？听到了吧？谢谢。是不是很美？谢谢谢谢大家。30万赞了是吧？现在大家帬我们小赞冲到50万赞好吗？一会儿高胜美老师会给大家清唱你们喜欢的歌曲，全部都是经典之作呀，是不是？小伟老师，激不激动？激动，激动，非常。你幸福吗？幸福，非常。我今天都好幸福，因为我沾了您的光。没有没有。因为我站到您旁边，到时候他们录的里边都有我。我也沾光了。我们小赞现在已经38万，马上要40万赞了。我们小赞到50万，来，咱们把高胜美老师的签名照，可以呀。现场哪位朋友愿意上来采访一下，然后给你们一张签名照，好不好？有谁愿意？你们可以上台，感受讲一下你们今天的感受。讲完就给你签名照，来欢迎这位大哥。哎呀，大姐，来来来，您好，您好，你好，你好，好冷呢。您好，您好，您今天是第一次来西湖观看这个演出吗？啊，是的。您是西湖本地人还是外地的游客？我是外地的。然后从哪个地方过来？我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哇，山东的朋友，然后您真的很幸运哦，您被我们选中了代表。然后您可以讲一下今天你在这个地方观看的感受和见到高胜美老师的感受。今天是第一次来西湖啊，能巧遇高胜美老师，我非常的幸福啊。其实我也是在抖音做直播的。真的？哇，对呀。所以刚才我看你说在抖音上有参与，我马上搜到你的直播间，我非常的幸运。你关注了吗？关注了呀。啊，赶紧关注哦。嗯，小美姐一会儿会送你一个签名照。太好了，太幸福了。最新的照片啊！谢谢，真的是我们临时发挥哦，我们没有这个节目，没有编排，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您说一下您第一次见到高胜美老师您的感受。之前哦，以前是在屏幕上见到高胜美老师啊，非常的欣赏她的歌声，也非常喜欢她的歌声。但是今天有幸啊，来到西湖。然后呢，亲自看到高胜美老师，这是三生有幸啊，是吧？谢谢。而且有没有发现近距离了，看不到她皮肤上有毛孔，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一直像18岁的小姐姐，听到了没有？18岁哦，来，哇！感谢高胜美老师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是我们高胜美老师的粉丝，给很幸运啊，得到了我们小美姐的签名照。OK， 好，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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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冷，多穿一点。好的，为了看你的演出啊。好，谢谢。小美姐，还有一位男生，还有一位男生，哈哈，稍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关注了吗？关注了是吧？点赞了吗？点赞了。哎，一会儿下去得继续点赞。OK， 您上来吧。你好，跟你握手。对，我是一个忠实粉丝，在深圳就见过高胜美老师。真的啊，在深圳啊？对，我还让向高老师要签名呢。真的？那你这是高老师第二张签名？对啊，这个要收藏更好的。啊，对对。那你太幸福了吧？那我能拍张照吗？可以拍张照吗？可以，没问题。拍张照。你们我帮你拍好不好？别紧张啊，兄弟，来，准备好，3、2、1，好。
我给你拍了五张，够不够？哎，对，你能不能唱高老师的歌？哦，你如果不会，这个手机今天就归我了。我会倒是会，只是唱的几句也没关系。行，没关系，我想想。好。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老。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不老。跟高老师也错太远。好的，感谢感谢，还了您的手机。谢谢谢谢最保暖啊。看高老师，高老师兴不兴奋？兴奋兴奋，好可爱。哇，现场的朋友们都不走了，还有粉丝想采访啊？点赞了吗？关注了吗？来吧，咱一个一个来啊！现场的观众，稍等一下，好，大哥您稍等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这儿等着见我们高胜美老师。那么屏幕机面前的大家，应该也是跟现场的朋友一样，很激动，很兴奋，也希望在线的宝贝们抓紧时间把左上角的关注赶紧点一下，帮我们小赞。哎呀，咱们人气啊这么高，咱们把小赞冲到100万，好不好？来，您上，您上。哎呀，你好，好呀，别紧张，握手没关系，别紧张，好冷哦。哎呀，太激动了，所以往前再来，稍微往前一点点，好。哎，您上来挺着急，您上来倒是说话呀。从哪里来的？从深圳。哦，也是深圳啊。对。在这边玩吗？对，到杭州啊。真的、啊、还是跟你的爱人呢？您别抖，您说话，您在发抖。太激动了，好像看见明星。这个是什么呢？是我小的时候，这么多年的第一次看到。谢谢，是今年。那您今年走运了，走大运。好，谢谢。来说一下对高胜美老师的感受。今天你有没有看到高胜美老师第一首歌开场的演唱？当时是什么感受？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哎呀，小的时候吧，这个现在一晃都这么多年了，真的神奇，是不是？对，对，你听着抖的，快抖，别紧张。来吧，你唱个歌吧，不唱，能上来就得唱两句。千年等一会儿会唱，千年等一年，对。不会唱，唱歌吧。唱一句，唱歌不好调。谢谢谢谢大家啊。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您拿到签名照了吗？没有。咱们有签名照吗？上来的咱都得给个签名照，对不对？好可爱啊，不能摆上来，是不是？真的好可爱。可爱来，现场的，现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不会唱高老师的歌，咱就别上来了，好不好？唱，然后再上。哎，会唱的可以露个脸，跟老师合个影。老师，您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他太可爱了，很可爱。对，现场的人员都已经给咱们高胜美老师。你会吗？哎，有人会唱，要唱，有个女生，有个小美女。哎呀，您好，您好，您好，关注了吗？我刚刚到。刚刚到，一会儿下去关注好吗？来，您站中间。在中间。我需要取掉口罩吗？啊，可以，可以。您请问您是从哪个地方过来？重庆。重庆，对，挺远的是吧？对对。那您清唱一下我们高老师的歌曲。你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嗯，对，清唱。嗯，随便你看。千年等一回。好，行呀，可以。可以看歌词吗？可以看歌词吗？没有歌词，还是我跟你一起唱好吧？好好啊，对，开始。青青河边，你是要唱青青河边还是千年？千年等一回。嗯，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啊！是谁在耳边说？高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真的吗？谢谢谢谢。对，刚才。哎，在看到你演出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感动。真的吗？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然后我看到你的绽放，女性魅力的绽放。对，谢谢，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有魅力，对吧？我喜欢你。真
真的吗？嗯，现在抱一抱抱，抱抱，不要冷，哎呀，你太幸福了，很可爱。嗯，我可以。你一个人吗？可以。把你的手机给我，我帮你拍合照。再拥抱一下吧。OK。好。然后你帮我们。我们还是行，我帮您拍。来，新进来的朋友们，你们没有走错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是高胜美老师的直播间。来，三、二、一 ，OK。谢谢。也谢谢你，谢谢对我们高老师的喜爱。谢谢。嗯，谢谢。嗯，谢谢。来，下去给您个签名照，给咱们小美女一张签名照，好吗？老师，咱们往前一点点。嗯，后边的灯已经都灭掉了，因为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呢，可能今天，我们的表演啊，不是那么的期待，那么的期望值挺大的。对，因为户外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我们都就是不可控的，把握不了的。然后在线的所有朋友们，如果你们。都听过《新白娘子传奇》，对，大家都上来，都听过《新白娘子》，都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千年等一回》的话，然后我们都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吧，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不由我控制了。然后高老师，您站中间，小心哦，小心我们的裙子。然后大家该拍照的拍照，该录屏的录屏，好不好？然后都漏进了吗？哎呀，这是哪儿的呀，大姐？我们是安徽的。安徽的，您是第一次来杭州吗？那你们太幸福了，第一次来就遇到了高胜美老师开场演唱《千年等一回》。握的手是不是？你们的好啊，我们一起拍照。有一点，你们冷，多穿一点。来吧，有你们家人有拍吗？嗯。我们也快下播了，新进来朋友赶紧点关注哦。不是说都会吗？不集体唱一下吗？唱。对，来，大家都会什么？我们集体唱一首，大家都会的。好，我们说唱《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好。我是你忠实的歌迷。真的，谢谢。是吗？跟你成同龄了，我真的谢谢。是吗？不能暴露我们高胜美老师的年龄。十八岁。一点都没什么变。一点都咱们永远是八岁，会唱很多歌，咱们就唱《千年等一回》吧，好不好？来，高胜美老师，您开个头。OK。嗯。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他们这边，他的家人在这边。OK， 来，你拍好我拍。来，婉玲，你帮我们拍还是？朋友们，你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高胜美老师现在是在西湖，印象西湖的醉意是杭州的现场，然后有很多粉丝看完节目以后都特别喜欢他，所以跟他上来合照，好漂亮哦，是不是？嗯。镜头太远，因为人多，对大家公平，我们都可以看到，好有亲和力，是的，他非常有亲和力，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而且天气这么冷。